九二一地震之后，有一群人自己组织起来，免费为受灾户修建房子。20年来，他们透过团员捐款和对外募款，协助新建了400多户的人家，26栋的教室。他们披星戴月，不辞辛苦，走遍台湾的每一个角落。他们共同的心愿是，盖到没有人需要为止。一起找回台湾失落的美好。